咦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是来找我的吗？你是担心我才来的吧？不。这两个人。事情办完了，回山寨吧。立兄，这几日多谢你收留我，这份恩情来日江城一定会回报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已决定同夏侯兄他们去寻找为我洗刷罪名的方法，抓住陷害我的人，给师兄报仇。你还要回到人类那里去？你是为什么逃到山寨？寨里兄弟们都有过什么遭遇你都忘了？随你的便吧，不过我们这里的事不许再对别人说。我明白。不只是江小哥，杰罗姑娘也要和我们一起离开此地。你要走？我，他把霞妹子害得这么惨，当然得负起责任来。带我们去找他的师父医治是理所当然的了。如果还是医不好，那我们就在苗疆好好的跟他算这笔账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做事情就应该敢做敢当。杰罗姑娘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啊啊，对对对，是这个理儿。其实我本来是不想回去的，因为我是偷偷跑出来的，这次回去见了师父，他大概就不会再让我出来了。走了最好，以后耳根都会清净许多。那他们要是和我算账，把我打死了，你也不管吗？你不是说让他和我一起去苗疆吗？他都走了。放心，我们走着瞧吧。哎，老大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？江城呢？他不回来了。奇怪，那苗家姑娘怎么也没跟回来？她回苗疆了。好了，别问废话了。怎么一会儿功夫两个就都不回来了？老大，他们是不是被那伙人给掳了？不行，你赶紧叫兄弟们抢人家。够了，他们爱跟谁走关我们什么事？老大，话不能这么说，那几个人可不是善茬，要是对他们下手可咋办？有江城在，他们不敢。再说他也不是吃素。这个那个，哎，双拳难敌四手嘛。老大，你真就不担心啊？那几个人看起来跟那个苗女可不对付啊。寨子里还有这么多兄弟，我怎么能离开？我们就不用老大你担心了，这么多年还没谁找过咱寨子的麻烦，再说我们也不是好惹的呀。那你们多多小心，我过几天就回来。你们你是不是要去找我呀？江城，几日来多有打搅，承蒙诸位的照顾了，请代我谢过寨中的兄弟们。嘿嘿，都是自家兄弟，客气什么？要是你在外面又被那些人类找茬，尽管回来，兄弟们一定会帮你出气。还有，老大就拜托你照顾了。好，各位以后也不要再抢劫，还是找个正当的营生吧。如果能干正当营生，我们又怎么会来这里？
这事你不用插手。拦路打劫并不是长久之计，一直这样下去的话，恐怕早晚会出事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们暂时待在寨子内，不要出去惹事，其他的等我回来再说。江兄弟，没什么。浙剑山庄的师兄弟们也不曾对我这么关心过。我说，你不是一直看不过那个苗女缠着老大的吗？这次怎么又帮他说话了？看不过归看不过，但是我觉得老大对他也不是全没意思，希望他能真心对老大吧。虽然我总觉得人类靠不住，但也不想老大打一辈子光棍吧。说的是啊。你们回来了。妹子，坐着吧，你身子还虚着呢。我们先休息一晚，明早再出发去苗疆吧。老有一种被当作坏人的感觉，估计厉言真的以为我们会把杰罗怎么样呢。厉兄未必讨厌那位姑娘，只是他也有他的顾虑。我看是根本不讨厌吧，所以咱们给了个台阶儿，他也就顺着下了。穆姑娘真是神机妙算，不过倘若厉言没有跟过来，那么穆姑娘又有何打算？嗯，那样的话我们就只好潜入寨子把他劫走了，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嘛。我的病真的能治好吗？咱们快点去幻木小径吧，听说你们有个会飞的石头，我正好也做一次。这儿的树啊草啊都长得这么奇怪啊，不过真漂亮。没见过吧，穿过这片树林就是我们村子了。不过这林子再怪也没有你们那块石头怪吧，居然能飞起来，你们从哪儿弄到的呀？那个东西啊，说来也话长，等帮霞妹子看好了病，我们再慢慢告诉你吧。切，霞姑娘，前路上要是遇到什么野兽山妖，你不必出手，交给我们即可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又不是什么大小姐，哪有那么娇贵啊。你现在身体虚弱，不能动武。没错，我们这么多人呢，妹子就尽管放心休息吧。对。好了，走了。这林子里的毒虫毒草可多得很呢，你们不想吃苦头就乖乖地跟紧我。哎，那是什么人？你在这里鬼鬼祟祟的做什么呢？杰罗姑娘，请等等。
原来是几位啊？龙公子，别来无恙。哼，夏侯公子真是天涯何处不相逢啊。这几位也都在，这次是来苗疆游览吗？我们来此有些事情。你们认识他？之前我们被困楼兰，这位龙兄曾出手相助。江兄客气了，当时大家同舟共济，实在谈不上谁帮谁。哎，龙公子这次是独自来此吗？怎么不见凌波道长呢？凌波有事回师门了，而我来此是为了一些私事。你来做什么事啊？我们这地方除了毒虫毒草也没什么稀奇的了，你总不会是来找这些的吧？姑娘所说不差，我确实是为了此地的草药而来。我有一位朋友身患重疾，需用苗疆特有的草药才可医治。哎，姑娘看来是此地人，我正好有事讨教。刚才我在那边见到几棵异草，本想仔细查看，但却不知为何感到一阵头昏，于是便又退了回来。那边称作神将秘境，里面的毒物连我也只能撑个一时半刻的。你刚才要是跑慢点的话，哼，可就不是头昏那么简单了。啊，这么厉害啊！那里的毒虫毒草，要是用在古树上，可是很厉害的。可惜每次进去都只能待上一小会儿，气死人了。天下万物相生相克，此处的奇毒也必有奇物可解。这位姑娘看来深通毒蛊之术，将来必能找到这毒物的解法。我当然知道解法，只要有了五毒珠，这点毒算什么？乌月神殿那些丑八怪藏着掖着，就是不肯借人，真是小气。哼，人类本来就大都贪财吝啬，自己的东西当然不会平白借人。是啊是啊，你帮我去教训教训他们吧。五毒珠我也听说过，但此物除了用来解毒救人之外，应是别无他用。嗯，这乌月神殿不借这等救人之物，实在是有些不近人情。难道是因为这神将秘境里有什么稀世珍宝，他们怕有人进去窃取，所以才不愿外借？稀世珍宝啊？什么珍宝？听说里面就供奉了一个什么破珠子，和几十年前白苗的一个什么娘娘有关系。哼，谁知道是不是他们随便找个借口。哎，不提了不提了，反正之前师父已经在研究化解毒物的方法，说不定现在已经有结果了。好了，咱们走吧。我已采到所需毒草，正好打算离开，只是此地毒物太多，我不敢再独行，姑娘可否带我一程？行啊，看你这人也不讨厌。到了，前面就是我们村子了。那么龙明就再次与大家分别，日后有缘再见。龙公子，请稍等片刻。夏侯公子还有什么事？龙公子与凌波道长相熟，可否为我等修书一封，代为引荐？我等有事想向蜀山的道长请教。不知夏侯公子遇到什么棘手之事要求助蜀山，我或许也可设法帮忙参详。龙兄，其实没想到楼兰一别之后发生了如此变故，江兄竟被指为杀人妖魔。如此说来，你们是想去蜀山澄清此事？但据我所闻，蜀山派对妖邪之物
一向不留情面，当年还曾修建锁妖塔，囚禁天下妖魔。若江兄果真不是凡人，恐怕蜀山那些假正派的牛鼻子要是让我碰到，哼。好啊好啊，到时候我帮你。我看不如这样，等霞妹子看过病后，江小哥先在村中待上几日，我们几个去蜀山探探情况。穆姑娘的想法我也同意。那就这样决定了，江小哥你就安心等我们回来吧。那愿诸位之后万事顺利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好了，我们也赶快走吧。对了，等下见到我师父时，你们可一定要恭恭敬敬的，否则一旦惹他老人家不开心，给你们下上几个蛊，那我可救不了你们。多谢姑娘提醒，不过想不到竟会在此地遇见龙公子，还真是巧啊。那些说书先生的故事里不也经常有这种巧遇吗？霞姑娘说的是，大概确实无巧不成书吧。杀人妖魔，魔衣，你所布的棋局果然精彩，从这苗女口中得到不少消息，不枉我特地赶来。神将秘境，那东西应该在这里吧。毒物的解决之法，看来还是要落在那个苗女身上。夜叉无踪，再等等过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我们村子刚建起不久，还没有多少人。这村落是建在树上的，厉害吧？哼，你们中原就没有这么大的树。风景真是不错，和中原的建筑相比，全然是另外一番风情。哎，你们这儿除了苗人，还住了不少汉人呢。苗人都是我们一族的，因为跟乌月神殿不对付，所以就迁过来了。至于汉人嘛，都是从中原避乱来的。厉言大哥，这里是不是很好啊？还好。杰罗姑娘，尊师现在何处？师父住在最上面的房子里，不过他一向讨厌人多，你们这么一大帮人，我估计他会看不顺眼的。那我们就不要都上去了。霞妹子，你就跟着杰罗姑娘走吧。嗯。小哥，怎么一直不说话呀？是想寨子的事儿呢，还是杰罗姑娘不在身边不习惯呀？哼哼，一点玩笑都开不起。穆姑娘，
立兄对人类一向有戒心，其实现在他对你们已经不算冷淡了。外冷内热吗？杰罗喜欢这样的类型啊。大少爷，啊，那么担心，过去看看不就好了？杰罗姑娘说，她师父不喜人多，我贸然上去，万一使她心生不悦，从而影响了霞姑娘的诊治，那……我看你也得过去看看病了。夏侯兄身体也不舒服，牵肠挂肚，心乱如麻，这还不是得了世上最难治的病吗？我啊，此地风景不错，我去四处走走。穆姑娘，江兄，稍后见。行行行，那我就趁此空当去找个大家落脚的地方好了。哎，一不小心把大少爷给说跑了。不知霞姑娘情况如何？我上去后，若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，应是没有关系吧？师父，我回来了。不在家吗？师父，我进来了。不许进来，我在练蛊。好，那我在外面等。死丫头，还知道回来。师父，一走就是大半年，现在突然回来，八成又是在外面闯祸了吧？没有啊，师父，中原有很多有趣的东西，我遇见了个特别有意思的人。人还不都是一样，能有什么特别？不，这个可不一样。一开始在山中，他提醒我当心毒蛇，后来我发现他居然不怕我的蛊毒，我觉得有趣，后来就一直跟着他。不怕蛊毒，就是他？不是我。不是他，是一个男的，等会儿我再仔细跟您说。至于他嘛，其实他得了怪病，中原的大夫都没办法治好。后来我说师父您的医术高明，于是他的朋友就求我带他来看看。就猜到你肯定是在外面给我惹了麻烦，不然怎么会突然回来？师父，怎么样？他什么病？光看脸能看出什么呀？今天我累了，你带他们在村子里先住一晚上，明天再说。哦，好，你也听到了，明天再说吧，今天你们找个地方睡一觉。多谢。喂，那个人在那看半天了。大少爷，杰罗姑娘，尊师怎么说？我师父说他今天累，让你们在村子里住下，明天再看病。尊师愿意治疗霞姑娘，太好了，这样我便放心了。霞姑娘，穆姑娘应该已经在下层找了客房，若是你觉得累了，可以先行过去休息。好，那我先去了。霞姑娘看起来有些情绪低落，是担心自己的病吧？希望杰罗姑娘的师父医术高明，能将霞姑娘治好。
锦楼姑娘，怎么了？你喜欢他呀？喜那好痛，咬到舌头了。我们苗疆女子要是喜欢上什么人，就会大大方方地说，哪像你们中原人，什么事什么话都要遮遮掩掩的。你的样子真好玩。今日木姑娘和杰罗姑娘怎么都喜欢拿我来开玩笑。夏侯兄，事情我都听说了，那我们就先住下，明日再请那位老师傅给霞姑娘看病。嗯，希望杰罗姑娘的师傅真的可以妙手回春。嗯，你的脸怎么有些发红啊？没什么。没事就好，我们的房间在左边第一间，若是没什么事就早些休息吧。丽言大哥，我们这儿风景又好，人又不像你们中原的那么讨厌，等你住习惯了，还能发现更多的好处。谁说我要在这住下去？干嘛还要走啊？在这不好吗？兄弟们还在等我。那让他们也来苗疆住，不就好了吗？对了，你知道吗？再过几天，等月亮圆了，树顶就会有很多的萤火虫，到时候咱们就一起去顶上看月亮和萤火虫吧。这叫什么来着？啊，对了，这就像是汉人说的花前月下吧。好不好啊？我再说吧。哎，都是你，不在房里待着，到处乱转什么呀？抱歉破坏了两位的雅兴。那个，杰罗姑娘，尊师准备好看诊了吗？干嘛？生病的正主还没来呢，你就先急了。我大少爷在这儿啊，咱们这就去找杰罗姑娘的师傅吧。这是，你先起来吧。你这女娃真是奇怪，外表看不出什么异常，但一靠近你，我身上的傀儡虫都开始骚动了。傀儡虫？就是只对死物才有反应的一种蛊虫，一般都用来控制尸体的了。什么？这你们乱什么？我又没说他要死了。女娃除了一睡着看起来跟死了没两样外，你身上还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？我对冷啊热都没有什么感觉，
挨打受伤了也不怎么会觉得痛，吃东西时也尝不出什么味道来，只有喝烈酒的时候能尝到那么点酒味儿。我没事就喝点，反正喝多少都没感觉。女娃，你是怎么落下这个病的？仔仔细细地跟我说一遍。我爹说，我娘生我的时候，村中正赶上地龙翻身，当时是深夜，好多人都没有醒过来，就这么被埋了。娘当时刚刚生下我，无力动弹，稳婆却因为怕死丢下了我娘。爹想带娘走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他眼见着家中的房子塌了。爹从木头堆里面爬出来的时候，看见娘被压在了一堆砖木下，等他把娘挖出来时，娘已经没气了。爹抱着娘的尸首哭，直到听到了娃娃的哭声，这时候他才发现，原来娘最后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我。可我也不争气，生下来就有了这个怪病，犯病的时候只要睡过去，外人看起来我就像死了一样。哦，对了，在碧溪村客栈的时候，木姐姐和大少爷都见过了。那是不错，那时你面无血色，全身冰冷，呼吸和脉搏几乎都没有了，连医生都要我们给你准备后事。原来妹子你有这样的病啊。嗯，小的时候三四年才犯一次，等我长大了就变成了一两年一次，到了最近几乎已经是三四个月就要犯一次。原本爹带着我在街头卖艺，虽然穷可总算饿不死，只要有剩余的钱爹都会用来给我看病。可看过了很多郎中，也吃了些药，但我的毛病却一直不见好转。后来爹生了一场大病，就这么去了。事情就是这样了。嗯，前辈，霞妹子的病有办法医治吗？这女娃现在明明就能说能动，但这傀儡虫的反应，现在的情况就好像是……但她身上又没有被人尸骨的迹象，这样的非死非活我是第一次见。前辈，难道你也没有办法？中原曾有一位女子受了重伤，天灵受损，回天乏术，后来白苗的圣姑利用一种蛊术令她复活。那位圣姑现在何处？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，我哪清楚，那时我们黑苗还跟着教主呢。再说这女娃也不是那个中原女子的那种状况。没关系，谢谢您给我看病了。你这女娃真是奇怪，别人知道自己的病没得救时总会哭闹一番，但你倒是一副很看得开的样子。之前很多郎中都对我的病没有办法，这样的结果我也已经习惯了。再说我犯病的时候啊，本来就跟死人没两样，能睡着睡着就死去，比起那些痛苦挣扎了好久才能死掉的人，还是要幸福得多吧。
霞姑娘，不要妄言。哼，你这女娃有些意思。好吧，我就再告诉你们一件事情。听说那中原女子好像和蜀山派有些关系，你可以去问问看。蜀山派？请问我们要找哪位道长？几十年前的事情，谁知道他和哪个牛鼻子有关？好了，我也累了，你们走吧。霞姑娘，看来你们是要去那个什么蜀山派了吧？是啊，想不到现在事情全都跟蜀山派牵扯上了。江兄弟的事，霞妹子的事。江兄弟，蜀山派一直以斩妖除魔为己任，我看这趟还是先由我、霞妹子、大少爷三个人去，你则先在这里住几日，等我们消息。这本是我的事，却要你们为我奔走，实在……我们是朋友，说这些干嘛？那事情就这么定了。今天天色不早，咱们先休息一夜，明早出发。夏侯兄，还没睡吗？心绪不宁，实在难以入睡。霞姑娘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嗯，江兄怎么也没休息，还在烦心回欧阳家的事？我……夏侯兄，师父对我恩重如山，我心中也一直没有办法忘掉欧阳家，但我在千峰岭的所见所闻，又不禁让我之前对善恶的认识有些……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想回折剑山庄，但是现在的我真的还能回去吗？江兄，你不可失去信心，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帮你洗刷冤屈，重回欧阳世家。多谢夏侯兄，可让我一个人再想想吧。那我出去透透气，一会儿回来。嗯。你怎么来了？睡不着吗？是不是床太硬，大少爷身体娇贵受不了啊？好久没听你这么调侃我了。嗯？上一次听你说这种话，好像还是在折剑山庄时。那时怎会想到，之后会有这么多波澜？是啊，我也没想到能和大家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。我可以在这边坐下吗？嗯，可以啊，这里这么大。我
好了好了，你说吧，我不跟你抢。霞姑娘，为何你之前一直不将自己的病情告诉我们？我说了吧，我没想到能和你们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，这一路遇到了好多人，发生了好多事，连妖魔鬼怪都碰见了，简直比说书的讲的故事还要精彩。病的事一开始大家也不熟，我也没想要说，还想着到了折剑山庄就拆伙呢，却没想到江小哥出了事，之后又稀里糊涂地飞上了天。一路上虽然有危险，但和大家在一起却很快乐，我几乎忘了自己的病，等再想起来时已经撑不下去了。夏姑娘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以后有事啊绝对不会再瞒着你们了。嗯嗯，说定了。对了，那霞姑娘刚才要说的是什么？我想说，等到了蜀山，江小哥的事情解决掉之后，我们就拆伙吧。为何如此说？我第一次发病的时候是4岁。这和拆伙有什么关系？你先仔细听我说完好吗？嗯，你说吧。那天爹回到家，看见我躺在床上动也不动，怎么喊也喊不醒，当时爹害怕得不行，慌忙去找郎中，郎中却让他准备后事。碧溪村的郎中也这么说过吧？按照我们家乡的习俗，下葬前要在家里停2天。结果等到第3天，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一口小棺材里。我爬了起来，可村里的人见到我都像见了鬼一样，就只有爹抱着我不停地哭。再后来村子里面就待不下去了，人们说我是被鬼怪附身，要我和爹滚出去，我们只好离开了村子，开始四处漂泊。长大之后，我也慢慢明白我跟其他人是不同的，为了看病我们去了很多地方，可一直都没治好过。每次我发病，爹都把我抱在怀里，然后等上几天几夜。我知道他是怕我再也醒不过来。后来爹生了重病，我还记得他临走的时候对我说，对不起啊丫头，没想到我走得比你早。夏姑娘，爹辛辛苦苦抚养了我那么久，无时无刻不在为我担心，要是没有我的话，爹应该可以过得更好。我拖累了爹，不想再拖累其他人，可是现在你们要为了我到处奔走，为了我的病而烦恼，这样一来我不就又变成了一个包袱吗？所以你要离开。嗯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先和你们一起帮江小哥洗刷罪名，之后牵肠挂肚心乱如麻，这还不是得了世上最难治的病吗？
你喜欢他啊？原来如此。大少爷，喂，大少爷，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？霞姑娘，你现在仍喜欢叫我大少爷啊？这个嘛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久了，我也知道你不是那种喜欢拿鼻孔看人的公子哥，可一开始就这么叫，现在就算是想改口也不知道称呼什么。要不直接叫你的名字？我正有此意。啊，那个大师，哎，景轩。听起来好奇怪啊。霞姑娘，我定要将你的病治好。江兄蒙受不白之冤，身为友人，我当鼎力相助。霞姑娘身有病疾，我一定要找出根治之法。所以离开这种话请不要再说了，因为对我们而言，霞姑娘是十分重要的朋友，请答应我。我答应你。